我们先请志玲中间请黄浩，这么多的媒体朋友真的都久等了，先让媒体朋友能够捕捉这个美丽的画面。那么待会呢，我们有全球购物业的 Design 的 Gallery 时尚设计廊的策展人志玲姐姐来跟我们聊一聊她的一个策展的概念。左边，好，中间在一起会，希望今天莅临的所有的民朋友都能够捕捉到最完美的画面。最近也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媒体朋友都策展人吗？应该是 Vogue 怎么会想到要邀我？对，那其实我自己以前念美术历史，然后就一直很希望能有一天成为策展人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算是帮我圆小小的梦想之一。那觉得很神奇，稍微有一点以前学的有一点点学以致用的感觉。